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次要》三六零第四册第四单元“为政六爱民”二二五。胡风，王俊，字子章，宣帝第七子也。年五六岁，能书画，宋咏诗赋。 秉德清贞，宗室之中最为俊茂，封鲁阴王，迁镇西大将军、都督永良诸军事，大兴殿农。入朝，袭封吴丰王，封西土忙礼 思慕悲哭，涕泣其路，更数碑，战术得患。长老见悲者，无不拜之。其一爱如此。这条出自《晋二十九晋书上传》啊，扶风是一个地名，在。 现在的陕西境内啊，陕西省郡啊是司马郡啊，大约是西元二百三十二年到二百八十六年啊这个时代的人，字子张啊，是晋朝的宗室司马懿的儿子，母亲胡夫人，司马骏先后担任了善。 即常侍、安东大将军。晋朝建立后，封鲁英王、扶风王，担任镇西大将军，守卫关中，施政仁义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后因战功，加封征西大将军、嫖妓将军、开府。 仪同三司、持节都督，反对晋武帝遣送齐王归欢，不从，忧郁而终。啊，那么这是啊，这是讲这个司马晋的、啊。那么书画就是书法跟画画，品德是保持美德，清真。 洁净、坚贞的意思。宗室是宗族，同宗族的人。俊茂啊，就是才智杰出了、啊。庐音是地名，在今日的安徽阜阳地区。迁就是晋升啊，或者调动的意思。都督啊，是总领、统领的意思。庸啊，就是。 西晋的永州指今日陕西西安以及以北的地区，梁这个地方是指凉州，啊，是中国古代的地名之一。这个佃农啊，啊，是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，啊，给地。 地主啊，租这个农地来耕种的农民啊，称为佃农。席就是升调调动啊，薨啊，是古代啊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呐、啊、过世啊，称为薨。西土是指周部族所居的故地大致在现在的陕西省啊。这个忙这个字啊。 啊，是人民的啊,啊，人民百姓黎民的意思。树碑啊，就是立碑啊。遗爱啊，是指留于后世被人民呐、啊、追怀的德行、恩惠、贡献等。那么这一条讲啊，扶风王司马晋啊，字子章，是宣帝司马懿的第七个儿子。 他五六岁的时候就会写书法、画画，啊，很有才华，也能背诵吟咏诗赋，秉有洁净坚贞的品德，啊，他的禀赋啊，这非常好。在皇族宗室当中，他的才才智和声望最高。武帝即位后，封他为鲁荫王。 又晋升为镇西大将军，统管永州和凉州的军事。在位期间，他大力倡导鼓励农民租地耕种。回朝后被封为扶风王。啊，他死了之后，西部的黎民啊百姓追思他的德政，啊，都悲痛不已。 在送葬的路上啊，悲泣哀啼的啊，可见得了，他很得民心呐。么人民呐、啊、还立碑赞颂他的道德风范啊。地方长老凡是见到啊碑啊，无不磕头跪拜，在那个石碑啊前面磕头跪拜。 啊、那么，表达对他的感恩呢、啊？他留下的恩德竟然达到啊这样的程度，啊，可见得啊，这司马晋他爱民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做的啊，让人民呐、啊、深深的感动，被人民呢啊,啊长久的追思啊怀念感恩。好。 这条爱民啊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